三川同令，要求回家。经理，经理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，我们更希望怀念你们，永远的活在我们的心中。祝英雄们、先烈们安息，安息吧。比我在朝鲜黄草岭暖和多了。在黄草岭大说有20米厚，有30来度，我们露营在树林里，吃着炒面，抓着雪，比现在来讲这个很幸福，那时候确实艰苦，很辛苦，冰天雪地，炒面加雪，就这样过过来了。我们有的战友就没过来，就躺在那个异国他乡了。我们永远的怀念他们，永远的想念他们。天再冷，我要迎接战友，欢迎战友。我们在战场上冰天雪地并肩战斗，他们没有回来，我们回来了。他们没享受今天的生活，我们今天幸福生活享受到了，是他们用鲜血给我们换来的。永远不能忘记先烈，永远不能忘记历史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。要珍爱和平，